给我回来！哦，对对对对，随便吧。哎，听说过童话故事吧？就是鹅生金蛋，我也有。你看，不过它不是鹅，是鸡，而且它不会生蛋，它会生钱。不错吧？哈哈，我很爱养这种鸡。信不信全由你，这全都是用这些东西空塑料瓶做成的，有点像是一个存钱筒，制作很容易，因为它只有四个步骤，美术四部曲。首先，第一个步骤，你需要找人帮你在握把的另一面切出投钱口，然后把瓶子放平，握把朝下。这一端就是头，而这一端有开口的就是尾巴。要创造身体的形状，用一些报纸捏出一个形状来，然后把它固定在瓶子的一边。接着在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步骤，把报纸稍微往下卷一点，好当做固定的底座。现在我用的是双面胶，不过你也可以用很多透明胶带，在前端贴上更多的报纸，就是没有瓶口那一端。看，这里就是鸡胸的部分。要做鸡翅膀的话，叠两片小片的报纸粘在两边。你的鸡还需要尾巴，所以找一些报纸对折，然后再对折。再折变成一个三角形，像这样，然后折过去，把尾端向上拉一点，做一个活泼的角度，之后粘到鸡的身体上。在这里要用到很多的胶带。做完了这个，你的鸡就有了初步的外形，可以用很多胶带让它变得更加的坚固。现在你需要做鸡头和鸡脖子。要做鸡脖子，你要把半圆形的卡尺卷成圆锥形，然后粘在合适的位置上，同样需要很多的胶带。当你把圆锥固定在鸡身上以后，你必须像这样把尖端压扁，然后用报纸团捏出头的形状，用报纸捏出眼睛。卡纸来做嘴巴，头顶上还顶着机关，把头放在刚刚圆锥压扁的地方。并且用胶带固定好，接下来你可以把麦片盒剪成这样的形状，增加一些细部的特征，一层一层地粘上去，直到羽毛充沛。现在翅膀上有卡纸做的羽毛，胸口也有一点儿。现在我们需要做鸡爪，把麦片盒的纸卷成这样的管状，把厚纸板做的脚掌贴在管子上。然后把报纸团粘在管子的上方，然后再把两条腿粘在鸡的下面，这样就美丽又坚固了。你不会想让它站起来的时候解体吧？当你把脚粘好，要确定脚的位置是正确的，那么这只鸡就可以站起来了，不然无法进行下一个步骤。大家看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来做一点皮肤。你要准备一些撕碎的餐巾纸，以及1:1稀释的白胶，先在鸡的身上涂满。在白胶干了之后，再把餐巾纸粘在鸡的身上，然后再涂一层胶水。看，你不用把整只鸡都盖起来，你只要用纸跟白胶去修饰某些地方，像是头跟脖子的接合处，就像这样把餐巾纸贴上去，把形状捏出来，再粘一点到羽毛的根部，让羽毛固定。不管怎么样，别让餐巾纸盖到头闭口，也不能盖到瓶口，小心地绕过这些地方。把它晾干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在干了之后，你就会有一个坚固的表面，这样可以上色了。
上好色之后看吧。你可以像这样把钱投进去，哦，就可以存钱了。当你要取钱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它转过来，把瓶盖拿下来，钱就跑出来了，很棒，对吗？你也可以用塑料瓶当做基础来制作各种不同的鸟类存钱筒，做只鸭子吧，完全的扁平足，或者是孔雀，它大致上跟鸡的形状差不多，只是有很多用卡纸做的尾羽。看看这个红鹤，用鸡的身体加上长长的脖子，这个家伙大嘴鸟有个色彩丰富的嘴，自己动手做鸟类存钱筒。